平安的心灵是什么样的？思考题27，知足与平安。处于天真的人，不会为任何善事邀功，而将一切皆归于主。他们希望盟主引导，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引导。他们热爱一切良善，以一切真理为乐，因为他们了解且觉察到，热爱良善即立志并行出良善就是爱主，热爱真理就是爱邻舍。所得不论多少，他们总觉心满意足，因为他们知道或多或少总是于己有益，若少为好，所得变少；若多为好，所得变多。他们自己不知怎样最好，只有主知道。主是永恒为目的而赐下一切，所以他们不为将来忧虑。他们说为将来忧虑可称为操心明天，无非就是患得患失，害怕失去或得不到生活本不需要的东西。摘自《天堂与地狱》278节1到2。核心理念，我们在这里看到史威登堡所描述的那种天真状态之人的特征，但他也给我们提出警告，平安是如何被阻挡的，即不满足你所拥有的，以为你知道如何通往幸福，为你所做之事邀功，并拒之使你的自我膨胀。不过也许最大的障碍是，我们让自己全神贯注于追求那些我们实在想要的东西，而不是考虑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反思，你是否曾经对未来感到忧虑？大多数人都在某些时候经历过。花点时间思考一下这里描述的操心明天的方式，即担心可能会失去或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而感到痛苦。你认为自己经历的焦虑是否符合这种描述？你可以怎样做来缓解自己对未来的焦虑？